经是了。OK。点 A 吧。对，太多了。我希望他们懂我的意思。我真的没有办法打赢那么多疯子。你在打神将还打机器人吗？机器人。但我会问你，我会问你炮台的事情，就是因为我逃。我们的逃生路线上面就有一个大型炮台的据点。你好，你叫我。不要了，收掉。嗯，收掉。干，又有人挂了。好给时间了。You're the one he wants. You see him again. 时间一误哈，要上我的直升机了哈。我靠！Shooting at a little boy. Grant me the strength. You don't need more.有没有很老？需要更多的抗装甲装备。Holy shit！ 哥，靠边！不对哟，不对，对不好。对，不行。我们是猴。今朝。要是猴子。哎呦！他眼睛的。再次吐吧，两个人还没动。哎呀，我不掉。哦，打进去。我买，不要，拜托。怎么笑的呀？机器人队友真的不太会，队友真的有点弱，但也没办法，大家武器都没有上。那我回下去就好了。对啊，真的他妈难过，太短。哇的，打不赢超战，大型超战一个都打不过。哭了啊！刚
我加你小队啊，就是我加你小队。我加你你好了。啊？你好了，我加你。你挑任务。把揪。你挑。然后等级跟你差不多。我操！超级危险，那个。我那场惨烈到，只有两个人受伤太疯了，四个人出去，然后其他两个回来。啊！不能回头。就知道人数全部用完。还好不是羽绒衣，哈哈。但我这边选那个黑色的那个造型，不是笑死了？我的衣服上全部都是羽毛哎、欸！我天，可以，看直接烧烂。你的船上有四个人，好，大家，那我回我自己的船就好了。那你那个军队来了？到是了吗？快！我们队长不要死。Destroyer coordinates received. Man. Oh shit! 你刚刚放了什么东西？Initiating F. Allied destroyer has joined squadron.嗯，你进来了。你用什么装备为主 ？Hell diver, glad to have you on board. 对，你是主武器，需要杠吗？嗯。那怎样？这样你会雷光？还好吧。因为我的重心，我现在重心，我是打算改那个什么坦克消耗品。坦克消耗品 ，OK。坦克消耗品。我是建议那个空中的火力支援全部点同一种类型的，就是如果你要点轨道炮就点轨道炮，你要点飞机支援就点飞机支援，对，就要点同一种，不然你之后模组没有办法一次都吃得到。前期如果你想要一种模组精通的话，不太好用。加装备，飞机要，飞机才有可能。这个没有什么改变。
我怎么离开这颗星球？离开星球怎么按？嗯？我忘记要怎么离开这颗星球。确定吗？我在想。哦，看到。哦，机器人跟从。哦，那我们就是两边一起打，好白痴。你其实是一个。剩两个人了，不知道有谁了。The Hell Divers battle for freedom. Let us decide where to enter the fray. 你说打？这个啊，就是把萃取仪打包的，要用绝地弹。那我目前觉得重组的地图比较烦，令人烦躁。因为重组的 debuff 很多，我们要从，你要打全那个吗？全那个吗？我们打这个位置，然后从据点打上去以后，把子弹把决定把任务做完以后，回去的路上顺便那个把那个，这什么东西啊？这装甲片是什么？反正就是打过去，刚好回去撤退的时候，刚好可以那个。撤退回去的时候，刚好可以那个，把全部人都揍死。你选飞机哦。飞机的速度比较快，飞机的资源速度比较快。你飞机是装什么？提速炸药啊。都一样，技术炸药，谢谢。对，还有第五环的毒气炸药，其实对，好像对机器人没有搞头。打球用的。等一下。为什么没有看到洞？有啊，哪里？看到。直接撬空，直接撬空了过去炸一轮出来。对啊。这样就好了。啊，没进洞，第一。不要拿那个高价值。打不穿了，不死了，干你！
炮点。你要弹药吗？分弹来，不用不用不用。下一个点，直接。在整个主点后面。先去看一下。先。我们先往十六方、十二方、四方向走。十方向。我有一个辐射管。有盾怪、哦，这个是那个盾怪，这个是主线。你 OK 吗？多丑！掩护一下，把它拆了，然后干什么？我上去了。I got the terminal. 很烦闷的。那个要拿，样本要拿。等一下，至少打一次，我要再回去一次。I'm on it. 冲击，冲击，快点！EA 在哪里？可以吗？可以。我只是觉得他这个做的很不错。就蛮好笑的。但是蛮像的。那这是主任务，我才给我打完这兵，然后撤退回去的路上，把剩下的据点收紧。嗯，正面那个看不出来是什么。等一下，那个不要打。然后接那个，那是据点吗？然后再丢那个，再丢丢丢。Sending in an eagle. Extraction is available. 射了。啊，大小姐。移出炸药库去。从这个隧道。Sample collected. 我讲了。
的小任务是雷达站。还有什么？我是建议，我个人还蛮喜欢用装物的。对，会，你要转。我也要，所以转都行。我已经准备好要转了，然后就跑上来了。等一下，后面有虫，后面有一堆小虫。Going down a sentry. I got the terminal. Go. You may proceed to extraction when ready. How do you like the taste of freedom? Out of ammo. Back empty. New mag. Hey, yo. 等一下，等一下，还是跑，还是跑，还是跑。这个相当简单，你是哪个比较简单？我忘记了。I'll handle the terminal. 来转。转。Get some. 再转。再转。你转到我左手铁。转。可以叫出去。杀虫是真的没有什么搞的。杀虫的难度？那杀虫的难度是杀虫不会给额外奖励。给我弹药。Bug outpost spotted. Requesting air support. Attack underway. Throwing grenade. 都炸掉了。撤，我们你叫撤离点去盯，我去锻炼场上。Reloading。我去锻炼个虫草，再回来。我先叫撤离。对。撤离还不要上飞机就好，没差。那我说我先掉弹药，没弹药的。啊，送来了，哇！那个弹药一放，Got a sample!
street. Grenade! For prosperity!第三个了，不关心脏了。反正现在穿这套连接服就是专门扫，感觉温柔不乖。雷达站我没有解啊。嗯？你是让我看到雷达站？我解雷达。对啊，只是我们那个很少拿。全二。没有少。还是要打高强度的那个啊？还是要打高强度强热？你说等级往上跳，也是 OK 啊。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装备。我装备应该，我应该要再改一个空投。才可以买到下潜的那这个游戏的枪不能做改动，老塞，但如果要打高强度的时候，也就是往上提一个就好，不用那么强。因为我们在想，我要带徒步还是带精准步枪？
精准步枪我觉得打不起，可能你打虫的话可能就没有。但有点多啊，虫数量，但干，但机器人也超爆干的，来爆干的。The efforts of Helldivers across the galaxy are all that keeps the enemy from Liberty's doorstep. 一个火箭加一个首领啊。你可以看，你可以顺便看到我的任务。我会看，我会看到，我会看到你的选手。那是别人在打吗？是有人在打。这是有人在打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你自己 solo 。不是我说，这是由我开的。如果这个黄色任务是由我开的。This operation will fuel the beast future. 歼灭虫群跟发射当地的。Initiating FTL jump to the heat system. 你有玩 Halo 的记忆？那时候你有玩过黑龙？没有，可惜，你看这个都想要黑龙。Help us, Prime. Mission coordinates lost. 发射取弹，先取弹，先证明是不是？先，我们绕一圈好，绕一圈，绕一圈，冲！从这里吧，这里，先去。交。该送死的东西。Freedom requires firepower. Requesting tech pack. 嗯，滚！哦，好别，我什么鬼啊？我踩到什么东西？你找到那个 main， 你知道我踩到什么？你要找 main 吗？对啊，260方向。这，260。然后先去取代代了。轮窗讯息。你等于踩到什么？嗯，啊，那什么大虫哎，有黑色大虫，会喷，那个喷汁哦，喷汁是即死的哦。干你娘！你远距离把它锯掉好了，大只是不是？我也不，没有，全部都大只的，好吃。对啊，对啊，对啊。你要这么炸的？我不知道丢不丢过去。靠北，一半。I'm out. Calling down a support weapon. 爆炸！这个死兵爆炸。
还有啊，脚虫。哦，这下来会摔。会摔。痛死。才要这个东西吧，应该是就用这个，然后你就会减速这样子。没有，我被扣了一半的血。干嘛、哦？那个是地雷，靠靠！这些地雷很妖兽啊。嗯，这个、地雷超多。你看一下那个发射机、发射坪、发射基地，我去看一下那个旁边的小兵。这个难度自己单干是可以的。太多，他们出来往对方那个装甲弹幕在哪？看这个打不掉吗？怎么可能？那个，靠边，他们怎么那么多小丑？你叫伏击，我炸虫草就好，妈气死，操！刚才已经丢两发了，这竟然丢不到，妈超扯！那边，那个什么？我这边是虫，反正虫草嘛，干，然后虫草可以用火箭炮直接丢下来炸掉，那箭打不到，操，很难丢的。对，我那个导弹发射。Mag. 这边小心。OK。Requesting sentry.你等下开发射机，我去用做攻击。那车怎么用？发射井它旁边不是有四个，它有四个开盖的。这个不行。干那个，我掉了，我掉了，没了，没了，没了。它喷射会直接死哦。叫Calling in reinforcements。哦，都四个开盖，我在这边开盖。快点吧！
我是建议我们先做一次，先做，还是你这边有背包可以做补给弹药？我背包可以补给啊。大虫太夸张了，真懒叫。发射代码是什么？哦，六、二、四、四、九，解锁了吗？等一下。可以解锁，可以解锁。可以了吗？ Engaging terminal. 他写四啊。我掩护你，我用你。哎呀！哎呀！可以了吗？可以了。你都开了，刚出来，刚出来。Say hello to democracy. Bag's empty. 你不要上来。你可以不用下去的。上面的视野比较好。我们撤离点超远。C4。不会，我们还要绕一圈的。我们等下往60方向走。六十完，然后再往那个。那你确定我们时间够？可以了，30分钟够。不够的话就直接回去就好了。要宠。大宠。会死会死会死。大宠，我两枪会死。对，要收，要十方向走了。干是地雷吗？对。哎，你狙击枪捡起来。没有，就是样本带着，样本带着。有两只虫来了，有两只吧？哦，好多哦！你现在是用手把吗？不是，滑鼠。哎呦，有点多呢。我先叫我下来。How do you like to take for freedom? 哎，发地雷！哎呦，好悲，地雷，一百。还有笑死。哎呀。Point me to the enemy. 等一下。直接直接
requesting pack pack. I'm out. Oh, but, yo, what the fuck in here? Mag's empty. Fire in the hole. Reloading. Mag's empty.我从超规让你炸一下，还有两个，还有一个，还有两个，还有三个，四个。Nothing in the chamber。你错了，错了，我是降在那个石头上，让打不到我。OK。怎么没？太多了，那太虫草也太多了。你的弹药够吗？弹够，我后面有。你看，怎么没进去？你捡到我的，你刚才捡到我的吗？还是你都捡到了？都捡到了，样本多。下一个点，样本都捡到。哇，对面怎么都是东西啊？那兄弟，这些都被干了。那不行，得发了。有点多味。哎，大，那个大虫。呀，恶龙挂。你那边还有大虫。你说你有抽掉，你有抽掉。抽不过去那一点 ，OK。那些小虫还对的，我已经没拿这个东西。看这个拔蜡，这个魅影到底是啥小？那种长得像是不像植物啊？还是它是有造成植物的？这有可能。You may proceed to extraction when ready.因为这样 stuff 画不了。Reloading。所有箭头。结果。撤。
freedom never sleeps! 三到四枪才会死一台。Reloading! 这哪里啊？这个研究站的帮助。最后也说我设施就建筑。水火，你有可以炸的吗？ X empty! 嗯，真的是。Rolling grenade! 没错吧？丢！有那么多东西靠近我们边。可以吗？你们好像可以炸不了。嗯。炸死你了！哎，我还是我们，是我炸死你的吗？嗯，那都把我挂了。是我炸，是我炸到你吗？对啊，你把我炸掉了。太塞！我操的，那什么 ？New mag。那这我怎么大概怎么做？哦，绝地弹。你有绝地弹吗？我们这边没有。你那边有绝地弹吗？你叫出来了吗？有，我叫出绝地。那我走，那就是绝地弹。要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哦，还是要那个。我去用。好，你用，你用。看一下。用完以后会跟大家说再见。快跑，应该先跑。离开那个回地嘛，然后地方越远越好。叛徒救赎 ，OK， make sense。好，下一个，下一个。哦，这边附近有虫草啊，是这样子吗？嗯。你要是没办法，他们附近全部都是大虫。没有大虫。先端虫草，妈虫草一直在奔过来，你会打，然后杀小那么多。Reinforcing。好，叫人。嗯，是啊。叫人。直接去打虫草，你这是。嗯，我觉得虫草是一个问题，对，是。不需要。这么多，它一直升呢，靠背啊！算了，哇，我要那个，等一下。你把什么捡回来？让我们要不捡的。是。哎呀，这都，那老子快死了。对，老子真的快死了。我刚才这个虫草端了，我们就赶快去那个撤离点。虫草。Lockdown post spotted. Prepare to exterminate. 没事。先把解放极速
爆没爆没爆，没爆没爆，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掩护你，手手弹，你手弹丢。哎，丢了吗？没办法，好，撤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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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找一找。干！我的娘！你吐！那个吐真的是。你不用怀疑。不用躲没拿啊！来，跟我叫一下。眼前旁边还有更多虫。到底哦，是。到底什么？更多虫啊！要不拿，就可以，就可以走，就可以走。哎、欸，走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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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对，应该这个方向。对。好可以啊，把这边清掉之后再那个中型巢穴清完赶快走。对，啊，什么踢人啊，我没打，我要劈下。哎，过来。啊靠北啊不要我靠北啊被毒出到不是赶快拿完拿完赶快走我不急我不急就好了好走了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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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撤退。你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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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巨枪可以先打掉那个大虫。等一下，我巨枪还没叫，我巨枪也还在冷却。先叫，先叫一步。巨枪还在冷却。还冷却。这是硬卡。不一定，不一定。哎、欸，直接走，直接走，不要立正，不要立正。这边是烧火。不要不要找我麻烦，谢谢。你等下你等下好，就直接叫。用这两次。能够打打打那个大型大型虫，真的只能。对啊，你直接去那个，你直接去按撤离，我钻虫草。确定了。嗯，没事没事，我丢完手刀就走。如果你爆炸，你爆炸我就直接把你叫回来。啊，嬉笑，那我再加一点难度，好像要死了。但你要最好要有四个。到底应该有炸掉了，没有吗？干，没炸完，操！啊，没炸完，操！回来吧，你先叫，先叫，先叫车。再试一次。不要不要。我去拿样本，去拿样本。不要，真不要。
哦，没有办法。我现在还没有，我现在还没有反。现在没有什么，你扛不下来了。要粉每一个，一个白粉给你。应该把样本给你，但样本少七个，很亏。我先活到五十一。我先活下来，早上好怕路。然后在黑山也经历怕路，在大怕路结束了。我的怕路生活，只是换个地方叫怕路而已。好啊，再打完了。天气爬不上去的，没有，我们原则是打完冠军就休息了。后面呢？哦，哦，你在玩虚拟货币吗？哦，我给我七万五进去玩，多少？七万五。我买那种比较小咖的，那种小众的货币。那我进去。大胆，小咖你敢买？买啊！最近是真的涨。涨啊！我七万五下去，现在变八万六了。哦。我在想办法变十万下去。人性的贪婪，现在感受到人性的贪婪了。反正你只要留，反正我觉得只要留有你生活够用的钱就好。很啊，当投资啊，但投资有风险。这有错啊？可是人性的贪婪呢、啊？驾驭了自己的贪婪吗？啊，好死了！干价还1300呢，我操！我们被干烂了。我感觉那根本是赌博、啊，容易上头怎么办？这原本就会上头啊，但就是要抓止损点了、啊。就是你会想说你丢出去这笔钱，我没有止损啊，我不知道怎么止损的、啊。那你就是想说你这笔钱如果出去以后，它、啊、如果在某个意外中变归零的话，并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就想这样就好了。就是这笔钱出去你的身体，它不会影响你的生活。但是你就是用这笔钱，就是就算户口那边的钱，我一样能活、啊。你要去呢？对，三餐都刷公司的订单，其实也没差了。反正留一点钱啊，留一点钱当意外的钱，其他都可以拿来自行运用。啊，不要丢，我感觉。敢买，其实你敢买小咖的，你其实心脏蛮大颗的。嗯，大颗的我买不起，就好像我买得起大颗一样的。不是啊，你买大，因为大颗稳定啊。大颗很贵，一定是大颗先倒，小对啊，小颗大颗跟小颗就会同时倒，可是小颗比大颗倒更快。小颗的比较像是那个在割韭菜哦。小科的里面，小科的都有内线交易哦，就是他们内部消息。如果你没有内，他时间到了会有人大量释出嘛，然后就暴跌。就是他那个谁，他们会抓一个大概的值，然后就开始割韭菜哦。
对啊，就自己要看状况。对，所以你那大概、大概赚个10%到15%，你就要大概要老板。我现在可能就准备要退场了。也可以。台湾有可以换成台币的地方吗？还是要用、也是用美金户去玩这个东西？用美金啊？你用美金户去玩吗？对啊。我是觉得差不多，你赚个10%到15%就可以收手，然后收手以后看着它暴跌。对，呀，至少我是觉得说没有办法两成了，我觉得应该可以收手了。到两成差不多了，可以收了，因为我已经赚烂了。因为那个我们那时候投资的老师跟我们讲是说。大盘跟小盘，他没有内部消息的人是吃肉的那一部分啊。那、我们这些没有内部消息的，大概喝个汤就好了。你大概喝个汤有过瘾就好了。我没有内线消息啊。如果我内线消息可以赚个200%，可以赚个200%回来，我也是把钱丢进去啊。好了，你200%，我一定贷款去丢的。丢一丢，对啊，我只是跳楼而已嘛，就没什么。对啊，那不会，谁为了200万跳楼啊？又不是傻子，赚了4-5年就有的东西了。那、还好，借200万。啊。金钱观突然变得好奇怪。不行吧。OK， 马先生，你要打什么？应该说，马先生，你要继续打雷狗三吗？我干，马先生呢？不见了。死掉了。一样。啊！就把我的本金先收回来，把那个赚到的钱直接再投进去玩就好了。对啊，是可以这样子的。对啊，反正让滚利息太少了。我感觉随时会爆炸。反正尽量让自己不要每天都在爆炸的状态。真的，包括上班还要看东西，而且虚拟货币是一个。二十四小时交易的状态，那跟你的心脏会更不舒服。它不像股票，你只要盯每天的10点到12点就好了。股票只要盯10点到2点就好了。它，你加密货币要盯24小时的，除非你是专门以这个为生的。不然都不太建议跟他拼那个。可以高点现钱也是 OK 啦，小赚啊，我都觉得小赚就好。小赚。好，我们要一起玩吗？玩什么？没有，一起玩虚拟货币吗？假赛啊，他不要。没有，我现在能自由花的钱太少了。对啊，你是有在工作的吗？工妈啦，够啦，能够生活。那自己早点读完吧，赶快当海归学子。我要海归，我先宁愿去台积电，这样跟台积电爽一下再回去。要去美国台积电吗？我看他们最近在招人，往上去。对啊，你美国人受不了吗？美国人受不了我们的血汗工厂啊！对啊，他们的管理层都是台湾人啊。啊，美国人受不了啊！那你要再打类似，你还是要再打吗？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打，赚的跟简单一样，就打简单就好了。因为赚的钱跟简单一样，可是付出的心力跟简单不成正比，超好吧？
打简单就好了。我们还有不可能这样子。我们的台积电是钱比较多啊。是啊，也不能说比较多，但是相对比较多吧，应该说相对比较多。你知道他的台积电就算最底层的员工，吊打台湾多少人吗？是没错。真的啊，像我在台湾工作，我现在吊打可能109层的人薪资哎。都打90%呢，有那他妈的两三万，可能撑死就三万，是被我吊打。我怎么讲，这种两三万的工作还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哎，不能再提，也不能再调薪了，太穷了，工厂也赚不了那么多钱了、啊。对啊，其实我最近有点看开啊，台湾讲真的会这么低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产业价值就是这么，你不可能那么高而已啊。你产业的价值如果是500块，你不可能给他1000块。这是产业结构问题吧？这样讲。FDL jump。因为产业结构问题的那个。Help pod prime. Mission coordinates locked.你就只能赚这么多，而且还可能还会逐年减少。竞争对手起来了，要跟他拼命的。那阿鹿仔也跑来跟我们拼命的。有阿鹿仔，现在印度仔要跟你们拼命。要跟我们拼的、啊，他们的晶片厂做起来了。印度阿三，印度阿三已经来了。啊，印度阿三不可能，他们做不起高科技的，真的。他们比中国更惨。但他可以把，他可以把台湾的，他可以把台湾的船厂干到冰冰冰冰。台湾的船厂也不太可能耶，他们工业不可能会起来的，他们的工业是不可能会起来的。我说传统产业，更传统那一种。传统能干船厂。就他路边，大堆路边摊就是阿三这样子，然后用他的手搅拌。就我知道这样讲超那个，但是蛮好笑的。阿三搅拌不行啊，我绝对不会买的、啊，我不想死。阿三会买吗？就是他们能够接受啊。当阿三的人数真的到一定程度之后，阿三就会买。哎呀，这我现在最看不起的是，我现在最看不起的是印度来的外劳，他妈的，那是我看过习惯最差的，我水准到，我生活习惯，我觉得是最差的。这丢脸啊！没丢脸。他不生活习惯，他那个大嘴那个什么，哎。我是来这边，我才真的感觉到何谓印度咖喱鬼。好吃啊！真的他妈每个人都是咖喱鬼，不是每个人，有一些的，当他吃完中餐，从家里出来，那个咖喱会重到不行。那咖喱那叫马达拉，真的超可怕，你就知道就是会让我很 shock， 你知道就是，干，还有这种吗？真的会有那个、哦，真的会有咖喱味。那这就是咖喱味，那种感觉。主题它只是吃了咖喱的洗脸而已。难吧？那个，我觉得我们来刷这个任务好了，这个都可以重复刷嘛。到。然后我们这样回家，我们照完广播站就回家这样子。这两年是外来。感觉跟20年前完全没什么进步的感觉啊，从素质那些都完全没有进步、啊。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以前那么看不起外劳，妈的，我现在也看不起他们。没有啊，是怎么讲？这种完全没有进步、欸。你所谓一个 generation 的改变，都是要那个，哎、欸，这边有那个、欸、虫草、欸，咋？
你懒得问他，干，你为什么在，为什么在我楼梯那边尿尿啊？他说，哦，我懒得，我没有在上厕所的，去你妈的！我操！其实找不到厕，不知道厕所在哪里，就直接走廊直接开始尿了，好悲。真的，你遇到这种家伙，那素质真的很差哎、欸。差、啊。超人的，你这样很尖，真的吗？不是啊，在吗？在。你墙壁都尿骚味啊？干是假的、啊。没有。他要瘦了。我没办法，还是老话一句啊。你要一个国家改变他的薪资跟劳工结构，至少需要二十年。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你像越南，以前越南已经开始越来越好。菲律宾难讲，但印我觉得印尼至少越来越好。嗯，我觉得很难。自从做外劳之后，跟能力输出之后，我觉得越来越好，就是印尼跟越南。哎呀，接撤退。那就直接撤退好了，就这样。我觉得同一天。哎呦，我觉得料理真的好难让人接受，这个煮的好难吃哦。我那去干嘛？都是跑去包，都是用便当外包跑去给外劳包，操他妈的，好想砍他们。都是这肉超难吃的。觉得他都把，看着大家都把肉煮菜吃完，煮菜那个肉吃完，然后直接全部倒掉。啊、对，还有这种，干，这个怎么讲？这种就是，可是，这样都干，让我们总经理直接说干，全部人加餐费，啊，帮大家提着，帮大家的便当餐费提高，直接改菜色。总经理直接开枪，去你妈的，给我滚！不过有一说一啊，我们学校的，对啊，这就滚了。我们学校的印度人还算干净，他们还算看不出算干净。虽然他们都是外面租房子，然后一个两间房、两间厕所的，塞了六个人之类的。两间厕所可以塞六个人。两间房、两间厕所，一个客厅塞六个人，男生一间，女生一间。他们这样子每个月只要花200多块，200多块的租金，每个月住宿。越租啊，越租两百多块。你觉得物价吗？好狠啊！他们一个人要租那种房的话，要花那个，要花更多钱。你看还有含水电，含水电。你等着来，这样以后就来刷这个。我们直接把人家刷钱加入他。逐渐占领世界。那、啊、他们人口都特别多啊，特别会生。加上中国来的、嗯，我开始痛了。对，嗯、中国来的也。中国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现在就是变成现在的阿三。特别是人口问题。要赚1000块，速刷赚1000块，好爽！而且真的是开心，开心愉悦。刚刚打钥匙要我赚1300，他妈的！有够难打，真的是有够难打。然后狼才很挑剔。继续这个选项。嗯。
哎，明天放假、啊。对啊，明天要去吃公司的烤肉，吃到饱活动。哦，阿三吗？不啊，那些外包仔不配跟我们吃饭，不是啊？只是可悲的外包仔而已啊，我们是最高贵的正职员工哎。你外包是什么样的方法外包？很好奇的。嗯，我们叫外包给下一个。然后就是什么样的工作是可外包的、啊？嗯，只要我们公司里面人做不，只要正职员工不能做的事情都是外包啊。傻小，例如，例如哦，你想看啊，什么什么刷油漆啊、扫地拖地啊、打扫啊、浴室啊。他那个是清洁、哦、啊，这种都可以外包来做。会啊，那个就叫那个也，他就是清洁工啊，那也是外包的一种啊。或者是那种我们有些特殊的机台的软体的要维护，也是给外包啊。对、欸，那我现在突然好奇，你可以跟他沟通吗？我说为什么不行？我说可以沟通，就是他听得懂你要什么，跟你们想要什么。可以啊，大家都是互相的啦，互相的啦。有些甚至有的还跟你讲日语啊，跟你讲日语。对啊。他小子讲，是什么的啊？有日本人啊，我们机台里面有些是用日本人写的软体啊。看机台要看日文欸，我记得上面写的是日文欸，超硬的。啊，那些阿三是可以是沟通的，沟通的。没有，我不跟他们沟通。靠背，我刚是问是跟他沟通。阿三，我不太想理他，不太想理他。不要这样子啊，应该是为了生活啊，只能可能习惯差了。是很想理他们，我开始痛。嗯，我直接破。找一些很大的人来玩。嗯。二月五号。对啊，这两天就要发薪水了。又欠钱。那你们公司也是？你们公司也是一个良好的公司，资金运转起来是良好的。是啊。对啊，因为五号发薪水，其实代表说你们公司的状态其实是正常，应该算正常，正常的应该说偏好的部分。因为我们公司应该是大到不会倒了。不是，我说营运状况是，他可以有都有现钱可以，他都有一些现钱可以去做一些。可是这个也是基本公司基本做的该做的事情吧。讲真的，不一定，不一定，工作不到你也别干了吧。不一定，有些公司是那个什么东西啊？有些公司是二十五号才发薪水。干那种公司我也不敢待啊！妈的，我以前待的公司就是25号才发薪水。易美，不是，保全那一边。哇，我反正我40年弯路啊。但易美是10号。所以其实疫苗有点小危险，只是有可能一下子转不过去就爆开了。二阶替代吧，二阶替代，就是你的产业链是二阶以下的，基本上都是十号以后、啊、你像全联是十号以后，不是10号，全联是10号发薪水，因为全联他要先收那个钱，然后再跟那个。跟那个谁啊，跟那个产品的公司分完，它才会变现的。你那五号发薪水，其实大部分都是第一产业链。什么叫第一产业链呢？就是你是第一批收钱的人。你像那个什么，我讲易美好，易美是销售嘛。
他要付钱给原料，跟他卖出去的东西还要从其他地方收，所以他这样，他算是中间。那他需要的钱，需要的时间会更久。Engaging orbital thrusters。那像你这种的，其实也算是，只是你们拿到的钱速度比较快一点。没有，是应该说他们公司本身。他们本身对员工的薪资这一块就已经是一个，就是他们对公司员工的薪资原本就是一个那什么，就是他们原本就有准备好一笔钱，准备好你的这个月的薪水已经都弄好了，就是他上个月已经把你这个月的薪水其实都已经弄好了，就是即使公司那边临时出什么状况，也不会让你的薪水就爆开，其实大概是这种感觉。是好的公司跟坏的公司，这是好公司没错。嗯，因为五号发薪水的其实也不多，就是大部分都十号。对，五号发薪水，做公务人员这种鬼东西才会嘛。等国家发不出钱来，我就四处晃啊，问你。国家不可能发不出钱的。嗯，不一定啊，国家有点老。讲嘛，只是你还没遇到，我们还没遇到，看看我们还没遇到。我们没有遇到那种头痛。如果我们发不出钱，通常我们的名声也快完蛋了。名声也快完蛋了，我家绝对是最晚倒的。他就想法吸一些奇怪其他地方名声的血，又不像韩国那个那么鬼扯淡，又奇怪的是地皮，太扯了。先端前面的虫草，他那个机身那个比较可怜。会有什么名声？我觉得这个炸好炸，就以后我们拿120流量炮来炸这个。Okay。好，重现消掉了，可以走了。我没有找到广播塔的人吧？我为什么两个这样脸不会卡卡的吗？什么东西？你们两个这样脸是不会卡卡的吗？我为什么？是。哦，这个游戏比较特殊啊，这个游戏不会卡。不知道怎么。你要玩吗？怎么样？虽然没在折价。走，嗯，感觉可以玩下去。哇，还在等新机的 ARK 二红色 F。太久了，等太久了。2025年10月，这个，哦，打关节它会掉，它会死。后面，我觉得那个星河闪兵有什么关系吗？那游戏？什么东西？星河闪兵啊？讲是一样的东西吗？你继续给我打，真的，你打星河闪兵啊。看起来，是你们那个里面的游戏里面的那个服装太浮夸了。这个是讽刺意味的东西。I got the terminal。这个从那个冲进来的时候就很讽刺意味，快笑死。哦，他妈一堆杂鱼。对，开那个，开闸。没打，哪里？还在那，还在那。对。嗯。而且你记得这个游戏有点像，应该以前看过一款电影，叫那个什么？不是叫，就是那个打也是打虫子，有类似。我有看过啊，是不是那个大脑虫吗？对啊。大脑虫，那个连跟小怪都长得一模一样。其实也不用这样想，我让我听到一个更好的讲法，叫做外星大闸蟹。这边全都是外星大闸蟹。外星蟑螂。我这样讲，它就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吗？外星蟑螂，可惜是外星蟑螂。哎，安详一点。啊。
这个拿来炭火上烤到底有多香啊？对吗？还那个大钳子。嗯。我觉得吃起来可能会更像蝎子吧。虾子的味道吧，蝎子也是虾子的味道。蝎子吃起来的味道其实跟虾子差不多，就这样。我还是觉得哺乳类动物吃起来比较好吃。废话，吃肉，吃肉啊！嗯，一群队，后背。直接撤退，不要恋战。然后被砍死了，干你！没错哟。Kill them all! 很多几百件。很多。那巡逻队，那巡逻队，嗯，那这边也是，这边是雷达站，解，顺便解雷达站。那后面有那个，不知道。叫机炮掩护，小心不要被打到。我手上都没炸到，愣了吗？你炸突然炸到一片，但我没有显示我机炮。嗯，要转那个东下来啊，兄弟！很多敌人。I got the terminal。往左。我想，哎，后面有虫。找到。往左。OK。再来。有了吧？再来。哎，好，再来，整到我，整到我这里。Have a taste of democracy。哇。边，从你啊，你在美国跟你同学讲话吗？可以。上一个。那没。不管是吧？对，很少了，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是印度的。而且你们的同学都是印度的。应该讲说，美国有很多那个，跟台湾一样啊，资工系很多那个，很多人呢，可以了吗？可以。资工系都很多印度人，就是美国也一样。台湾也是不是？你还记得我们毕业前不是会看到一些阿三出现在那个？哦哦，出现过，那些阿三是真的，那些阿三是真的来读书的，我其实蛮怀疑的。以我们学校来讲的话，不是啊。我怎么看都不像是来读书的，还有那个蒙古来的，我也觉得怪怪的。不要讲，他们其实
他们是被骗来的，被骗来台湾打工的。对，他们是被骗来的。我没有跟你胡说，他是真的被骗来台湾打工。不知道有上新闻吗？我看到了。就觉得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不知道什么。老师，干好缺德哦！我新加坡，我需要真他妈缺德。那叫什么？上上上上上上后。以前的系主叫什么？赖老啊！赖老，赖老，为什么赖老会同意这种东西？我不知道。而且赖老算支持派的吧？没记错是这样子。我靠，我们家村，一定要去靠家看家村的、啊。家村，他是背后代表，他是最大伟的。就算人家赖老贵为主的，他还是要尊重村东家村妹妹的意见的。毕竟人家是第一代那个第一代系主任。家人，真正的老屁股哎、欸。我见证了一个真正的老屁股离开了。嘉诚走了吗？哦，走了。你们读了一两年还能走，还能休息，怎么退休好不好？啊？不然你们看昨天过得那么开心，我赖老昨天过得那么开心。你有杀掉了吗？赖老不是离开了吗？啊，他也是我们毕业之后他才走的、啊。你在说什么？所以是老是我们。所以嘉诚在毕业以前就走了，你现在才知道哦？是啊，这样知道啊。你真的，不怪我都不知道哎、欸。哇靠！不是哦，大三，你大二他就不见了好不好？你知道他不见了，可是我以为他还在教一年级啊。有没有想过一年级那些课呢？那时候为什么嘉村第二节课还要多少？人，大家都读完他就走了。是的。对啊。看啊，可能是有大二开始。我觉得你们都好，我觉得你们都好混的、啊。我们走路自杀，靠研究。等，这边。超白痴！我是被那个火烧死，靠腰啊！白痴，被那台来救我们的飞机直接压死了。超白痴！这游戏的死法真的很白痴。就我觉得嘉顺这个人有点那傻的感觉，他会因为他自己对你印象比较好，会对你比较好一点，那个态度差蛮多的。算是老一辈的人、啊，他看到我觉得这个乖乖，他就对我就很 nice 啊。他心中的他是比较喜欢乖乖派的。喜欢就我觉得好 nice 乖乖的也可以啊，反正不会就没关系，我教你啊，没事啊，好不好？没关系，让你过让你过，好呗。然后另外一个学长进来，然后那个平常看起来平常很混。我会的那个学长进来说干嘛，他平常不读书也考试他妈来交卷就走了，他就开始喷他狂喷。真的假的都不知道，在我面前狂喷啊，怎么凶好派啊，考试他妈来一下就走，他上课的时候你点名完哎，不要睡滑手机，他妈有冥想过了，你好意思啊？这个会被喷是正常，他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那种高中老师的。对啊，然后太正常，那个学长真的有点夸张。他提早交卷也是因为他真的要去打工，靠别！我每次都要考试才开始十分钟而已。真的只是来签到的，好狠哦！有些人是真的不予置评的，真的没办法。他在来干。在干嘛的？他是赚钱的。因为那时候，其实讲真，那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
有一种说法是说，你与其来学校上课，啊，应该说你与其，怎么讲？你只是在学校拿一个文凭而已。主要还是要去看，他连文凭都拿不到哎、欸，那这个问题点啊，他连文凭都拿不到啊。我觉得他可以、啊。他那样搞，他绝对拿不到文凭的。他最后还在吗？那学哪一支？你还记得吗？名字？我不认识他、啊，跟他没有很熟。我现在就连我信息会常待的学长，我现在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说那个看起来很吵那个，不知道。我看到我有那么多个，那么多个学长。讲到系学会，我突然想到，干了，我是系学会的，妈的，我都忘记了，说我当好像当个废物。是啊，因为平常都是我在干的。屁嘞！不是你那个比我干活。丽云算最那个吧，最丽云还有那个谁啊，瑞宏，黄瑞跟瑞宏。是最那个，他是什么？什么外交？什么？他是什么外交部长还是什么、啊？那个叫什么？那个超废的，那个是会服务。可他是唯一有传承下去的人。传承什么嘛？有什么好传承的？就是会在下一个星球会出现的，他是唯一二两的。为什么？人家哈。他只是想去认识学妹而已吧？对啊，有什么屁用？然后还就分手吧，最后还是分手了。不 Q， 这样子，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分手的。红豆哥没有好好珍惜人家，红豆哥。你们看三大妹妹，我都觉得已经凤毛麟角了。能不能好好珍惜人家？天哪！啊，那我在，我在场，怎么能不能骗到第二个妹妹都不知道？你们那边到底几点了？下午三点。好、哦、干，你要休息哟、哦。我现在是凌晨几点啊？现在五点。对。他以前他那个女朋友头发超长，发长及腰那个。到腰吧。我看蛮多女孩子都留到腰的、啊，哪有很少，其实很少见，女孩子头发可以留到腰的，其实很少见。可是我基本上一定会留到肩膀的，可是很少到腰啊！哎、欸，你要想，她其实不矮、欸，那个是有些人是没有到很高，但是她其实也不算矮。A successful operation. 他那个也是很，真的是很少见，真的是很少见。Mission coordinates locked. Help pods prime. 哇，去我妈的！他对塔妹妹很执着哎，挖不那个，哎，弄那么的执着。群主。他好像很一直都很饥渴的样子，一直想认识妹妹。啊，但一个都没留下，笑死。对啊，他那妹妹都明明都想舔。干嘛？这人在饥渴中。舔烂。有一次刚刚去，他说要约我吃饭，我是约餐厅的，然后我就坐着，然后刚好进来，然后刚好一个妹妹进来，刚好认识蒙豆哥，蒙豆哥就跑去跟他一起坐。然后他还走过来跟我讲了一句色，那个女孩子不太想跟你一起吃饭，去你妈的！这样讲啊，我从那之后，我这辈子我都不跟他一起去吃饭，他约我，我绝对不去。我妈的，是真的，好想跟你讲。啊，跟我讲的啊，这辈子不跟他出去吃饭了。他什么肉丝犬？怎么那么烂啊？那什么烂朋友？太好笑了吧？大叔他，这什么烂东西、啊？这是什么烂朋友啊？不是，我们家里吃饭，去你妈的！要吃饭，我绝对不会去。对，干蒙豆哥那么凶吗？哎呀，他唯一一次打我吃饭，我这辈子不会再去第二次。就是在那个专题以前，专题以后。
以前吧，我觉得大家是很好奇的。专题破了，都是专干防摔。好凶，好凶好吗？就是什么为了妹妹这么舔不太好吧？不宠啊，靠背你宠啊！不要过来！妈搞的色，操！老操，弄糖！哦，这么想舔妹妹，我带你去他，我带他去越南店玩嘛？干嘛这样？越南店，我不需要越南店，或者是台湾店也可以，我可以带他去啊，干嘛那么鸡屎？我不需要动，不行，我觉得男人果然是要该去这种地方，啊，比较不会被妹妹骗的，一次可以，一两次可以，去见见世面一下。他的，然后被女人偷偷的那个叫什么、啊？那一下你就结，那一下就上钩了，他妈的！我们根本就是在被钓啊！确实，蒙豆哥那时候确实是很乖乖，他一直被钓啊。他怎么讲？随便勾一下他就上来了。他这是勾一下就上，他那时候真的是轻松冲，我让他上船。哇，这干嘛？现在可能也一样吧。他那一个时期非常非常渴望的朋友。哇，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是，他人生成就也达成，他在大学交到女朋友了。然后分手了。然后分手了。毕业就分手了。毕业前就分手了。笑死。他那个，而且我在想，那个女朋友可能只是为了要有人教他东西。嗯嗯，因为好惨哦，那时候感觉到就是大小这么用，工具的血战，你好，那个要用 control 的那个，把上传的配备，上传配备有一个特殊组织。哦，上场特别特殊，要跟。他那个感，他那个女生后来的那种观感很不好的，是说，还是？我去，拜拜，还是？怎样？对吧？我没有太注意那个妹妹。他那个妹妹光干嘛？他跟黄豆哥的。有什么的互动？我感觉到是，可以，很会吗？感觉他们互动感觉不像是情侣啊，完全没有那种恋爱的酸臭味的样子啊。对对，他完全没有恋爱酸臭味的感觉。你先上传一下。我就感受不出来这两个人，感觉只是很单纯的讲话，遇到聊天的感觉。你教我一下嘛，那种感觉。他这是不用啊。我感觉是这样子，对。我觉得蒙豆哥是发现他在利用他了。对，我觉得蒙豆哥是被利用的那一个。那你当你的利用价值结束之后就分手，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嗯，被骗尿尿的地方，就可怜。还想被人家尿尿的地方，就把被利用，要这样讲。嗯。其实那时候还蛮为他可惜的。终于有人肯要他了。骗他，结果他也是被人家骗尿尿的地方。没有，他被骗的是另外一边的地方。脑袋啊！被骗感情的。可怜。我选他，我选他没什么钱。那个妹妹可能也没什么坏心思，就想啊，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这样，那这样也不错了，你情我愿的。你越打越越挨。想了那么多，他的女朋友的感觉，可以了。他值了，你吊打我们的。有亲密互动，亲密互动，可以摸一下手手。
人家手熟，全部人家手熟。哎，好惨哦！让我觉得我好像能离大好多少就是。你可以花钱跟人家摸手手啊。我对我花钱是摸人家脸呢。那你花钱可以骗不了别人。对啊，怎么了吗？100块就能摸，100块就能摸嘞，你会去摸吗？花钱至少花钱就不用负责任。嗯，花钱跟其他你的，人家还很乐意的给你那个。哎，我觉得我应该去带蒙诺哥去开开眼界的。他像女朋友，我知道他没有啊，还会跟你玩游戏。没有啊，算是偶尔的事情，就是。他只是在警局逛逛一下，拿个手了而已啊。是的。是啊。嗯。哎，大概跟我行动。人家要去玩，可是我发明上了。我感觉他感觉会晕船呢。我感觉他会晕船，其实我不太敢带他去。我看这个学长晕船，那酒就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灌到后面开始后面狂吐。要带他去那种，带他去那种可以那个正常性的交流。好，只能带他去足疗了。嗯，带他去聊一种十八之类的地方了。昨晚还没去过哎，先去体验一下好了。撤退了，撤退了，撤退了。不要，不要玩，不要玩，撤退了。我后面觉得干出去喝茶干不如买个两款，买个一个3A游戏，然后玩到爆开。3A游戏可能让我觉得一样，人家是接受人生成就的。白痴，我觉得我把这款游戏玩到玩，看好像我现在把 PUBG 玩完，我就觉得很爽。真的 PUBG 打到。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我很健康，我觉得我很满足。每个人都有他的选择吧。啊，不行，这种男生就他就有些人就有些人真的就不玩游戏啊，那你没办法。对，他哪一天就，他应该要去参加那个 FB 那个社团的，那个晕船乐界所。没错。那只狗好痛苦，因为它还在晕船。欸，你知道那那个台湾传奇啊，还是什么台湾那个什么的，那个晕船，坦白来讲，比死还难过啊。不得不说，但妹妹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我怎这样形容？我印象中有差的有点多，是他妈越来越瘦。这样，哎。都一样，现在走在路上，妹妹都越来越色。对啊，我认识的女仆，好像最近也去打蛇环了。打什么蛇环？超色对不对？对啊，女仆有蛇环哎，干超色。怎么样都有哎，给蒙洛格一定会被那个青春时代的给骗了。对啊，我觉得与其让他去喝茶，不如让他去女仆咖啡厅吧。有那么多女仆，他已经给你去啦。只有新北才会有这种梦幻景点。不过，台南也有，台南也有啊。我从国中去到现在，好扯哦。这个我会去吗？那不是去盘子的而已吗？没有啊，有一些看状况，看你怎么玩。还有像这个喊，帮你施加好吃的魔法之类的，就是这样喊的。